们的寻宝差不多要结束了，所以这个礼拜会比较常玩寻宝，因为就剩一两集的进度而已，反正把它玩完，我们就少一个游戏了，你就少一个游戏可以烦恼。寻宝结束之后，再来就是《侠客英雄传三》。《侠客英雄传三》也差不多一两集，最多不会超过三集。如果玩得快的话，剩没多少游戏进度了，那早点玩一玩也是一件好事。那玩完以后，我们就其他游戏可以攻取了。啊，再来可能就是《卡兰迪亚传奇》。《卡兰迪亚传奇》其实，按照进度来跑的话，我们大概也玩了三分之一，很快啦。那个冒险游戏其实知道流程的话，没有什么困难点，然后可以很顺畅的。攻略到破关为止。我们几乎是打一次十怪就升一级了。那这边没有什么好练的了。我是要找城堡传送回去的。的目的是风转岛，因为那边才有我们最后最强的装备。它那个地方不可以靠传送门的，其实我们也得回到老鼠岛把那个船找回来以后，靠船开过去那个地方。我也忘记我们的那个船在哪里了。好像在兔大陆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问题是我们现在要先找回我们的城堡啊。为什么城堡找半天找不到在哪里？为什么？Tell me why。小羊岛、小鸡岛，先到牛大陆好了。哇，我们多久没有领城镇收益啊？我们城镇收益现在收一次有十几万。真棒，是不是？兔大陆，我们船是不是在这里啊？OK， 没有，对，不是在这里，不是在兔大陆，那是在蛇大陆了。先打欢天喜地雷台赛会不会赢啊？好像不会赢哦，晚一点再来打，等等级练满了以后再来打。船王，船王，船王。习惯了在路上两倍速的跑步以后，突然之间觉得那开船的速度真的是有够慢的，我应该要让它飞速行驶才对。
陆，土大陆，土大陆到了，这个应该是土大陆吧？是不是？是不是土大陆？不是，这边是马大陆，马大陆，应该是马大陆吧？其实蛮小的，要找到没有说很容易。那以兔大陆为中心坐标的话，应该会比较好找一点。我看了一下大略的地图，应该是这个样子。马大陆这样一直开，会开到哪里去？看到好像有岛了，这是哪里？神秘的森林，这里我没有来过。哇，不要跟我说是无限回圈呢。真的是无限回圈，好吧。无限回圈的话，我们就从尽头开始走。500×500的那个地图尺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大的离谱啊！现在为止还没看到宝箱，森林之石。那这边也是一个回圈。蛮讨厌这种回圈的，但是没有办法，这是游戏，游戏机制。这个三角形为边界，然后继续走。这里有一个森林之石没有打开，就表示我这个探险点还没有来过，所以是值得花时间在这个地方了。有没有三角形到了？再往下，再找一个新的地标，就这个好了。这个斜的树。结束到了，再找新的地标。这个好了，这五棵树，只要让我找到第二个宝箱，我立马就离开。好像还没看到第二个宝箱。然后那个斜的树怎么也不见了，没理由那么远啊。
越走越往下走了。哇，这个样子宝箱会很难找的。我只是找到一颗森林之石，但是我相信这个地方应该是还有另有其他的宝物才对，没理由只有一颗。干了，然后这个地方的那个宝箱跟其他地区的宝箱设置的那个颜色又不一样，又很接近绿色，真的是很小人。找到了仿罗珠宝，我相信应该没有第三个了，可以找出口了。这座是什么岛？这座好像是长逆之岛啊。幸运礼盒，说到幸运礼盒，幸运礼盒好像还没开完。它只要没有特别显示你开出来的宝物的名字的话，基本上都是垃圾啊，什么肥皂、牙齿啊、指甲之类的，有没有牙刷、肥皂、牙齿？妈的！10万块的宝箱开出来的全他妈的都是垃圾，除了梅杜莎之盾以外，还真的都没有捡到什么好东西过。但是我建议你们，如果是真的想要开宝物的话，不妨用罗德大法，赛夫罗德大法，很简单的 step load， 对不对？开不到好宝箱就那个什么，就读取存档，再开一次，啊，总有一天会被你开到好宝物的。这边又是一个草原啊。哎，回圈。我很肯定这个大草原我是没有来过的啦。这边比其他地方更难找，就是在于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其他地标啊，就会很麻烦。
去对戒。好了，找到两个，我们就可以离开了。哇，看得我眼花缭乱。出口到底在什么地方啊？像这种的那个探险迷宫，其实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标准的迷宫而已，你不用在那边走无限回圈。虽然迷宫也是很麻烦啦，但是已经比无限回圈好上很多了。但是一直找不到路，也是让人很困扰。我的宝箱在哪里 ？Where are you？ 这迷宫的那个路径走到最后，其实都是死胡同。绕得我头晕脑胀的，然后这个地方还没有宝物，这搞什么鬼啊？通通没有。这边也是一样，通通没有。我看到宝箱了，一个而已。这边绕过以后，绕过一次以后，真的不会想要再绕第二遍。这迷宫的复杂程度真的超高的。我要收回我刚刚那句话了。我还觉得走回圈比走这个迷宫更好。哇，这迷宫太复杂了。天哪，怎么都是食物啊？你有没有一点良心哦？
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然后他送我一个不知道什么花可笑。这个给别人配吧，混沌守护符。啊，其实一开始是有打算做圣域的后续啊，不过嫌麻烦，作者嫌麻烦，所以后续就没有了。这是八卦小道。现在仔细想想的话，如果有圣域，或说不定剧情会有趣一点，说不定啦。因为作者的头脑也不是说很多好的人，他能做出什么有趣的东西？阿萨姆。友情之心要80万，但是我没有钱。这又是什么？哇，这座荒岛！这荒岛的探险点真的是多到一个离谱的境地啊！光是探这个荒岛的那个探险点，就已经花掉我太半的时间了。今天很可能什么进度都没有，就光是探险，然后时间就到了。但是那些宝物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没兑现，就真的很麻烦。应该要设计一个银行在这座荒岛上面才对啊！虽然说荒岛上面有银行是一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不过总比还要我跑回去好吧？相信其他的玩家应该也会觉得很烦啊！啊，这个作者真是太不干脆了。说到这个地方了，给点方便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也会这样子想啊，不要怪别人会这样子想，我也会这样子想。一堆塞塞球球，光是绕这个迷宫就绕到我想睡的要命。咦，妈的，还有第二通道，好卑鄙的设计啊！豪华珠宝，哇，那条通道怎么走去啊？啊，分明还有一条通道可以通过去的。看得到却过不去的密道。这下怎么办吧？真奇怪！密道会不会
会藏在这些不起眼的地方。密道。说是密道，但是什么都没有啊！有没有搞错？别浪费我的神经！对不起，我错了，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不可以啊！我以为这个是通到刚刚那个。放宝箱的地方，吃屎吧！我就知道事情不是王良说行为是干单，想要存心整我。没有先前那么复杂，但是它里面有隐藏通道的一样的要素在这里，会让我觉得很不安，好像我会抵那什么 lost 掉什么东西一样。啊，好堵然啊！对呀，我是不是走过了？过的地方，我实在是不太想要再重走一次。我那个真是天才啊！想到一个这种超级整人的迷宫，你看到那宝箱啊，你会很介意啊，会一直想说要怎么走才可以把那个宝箱给拿到手，然后这么一想的话，你就会继续在这个洞里面继续徘徊徘徊徘徊个老半天。绚丽珠宝我找到了，在哪里？好好的记好这个地方啊，这地方的复杂程度真是世界第一高啊，寻宝里面第一高，超级复杂。我们有一个东西一定要找到，叫做次元之环，但是次元之环我不晓得它藏在什么地方，我一直以为是在那个友情之岛这上面，
看来不是呢。啊，既然不是，这就很麻烦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是什么大陆啊？怎么办？这里好像是蛇大陆呢，兔大陆。找到兔大陆了，那么风断岛就在这个地方的不远之处了。我们绕个一圈来看看。大陆了，这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这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风钻岛啊，今天的进度起码要到风钻岛，我才甘愿哦。是不是这里？不是这里，还是兔大陆的范围。看看啊，我们刚说完手椅而已，哎，找到了，哎，风钻塔，为什么不能进去？可以哦，还有那种不能进去的道理哦。顺便查查看有没有宝物，没有宝物，那小楼梯，记录一下吧，这边好像会有点难，连攻。八头蛇有什么了不起？哇，好弱、哦！不要说弱，经验值也不高啊。这地方有一种很轻松的感觉。就不像走迷宫这么复杂了。啊，不过这条通道倒真的是有够长了，它通到哪里去啊？通到美国了是吧？养树精当宠物的，不好练呢。要打这个，我们不如留在原地那个什么莲雾村继续打石怪。这不是我们要来风钻塔的目的。当初应该要设计更多惊奇的要素才对，但那隔壁分明就有东西了，只是我不知道在哪里而已。唉，又要找。这只是一座小塔而已，里面的空间会大成这个样子，真是匪夷所思啊。欸，圣枪，圣枪会降低我的攻击力，但是我有几率让对方失明，虽然只是降一点点而已，但是可以让对方失明，这感觉就很不错了。哎，你是长枪兵，为什么不能拿？哦，对，他是长枪兵，所以不能拿剑。那杀他之剑就只好给你咯。
我们收益快到了。哇，那个什么，这闪避力好高哦。耶、yeah, ！我拿到装备了。我换龙盾好了，龙甲、龙盔。你继承我的装备，然后你继承我的武器，然后。你什么都没有，你有一把火神弓，这样就好了。Yep。然后再来说说看，看这座塔还有什么宝物没有？圣枪，有一把圣枪。时间到了。这座塔应该不是回圈吧？我想应该也不是回圈啊，因为它没有回圈的样子，它只是一个走道比较长的一个奇怪的空间。蝎子好耐打，哇，1000多！再打一下好了，我真的觉得这个蝎子很简单，很简单，然后经验值又高。主要是我觉得我现在变强，所以打蝎子比较好打。不然我觉得这只蝎子虽然只有一个单一个体，但是其实它还蛮强的。现在就算有1500的经验值，但是也只是升一级而已。我们现在开始越来越难练了。虽然这游戏不是以练功为取向，但是我觉得还是稍微练一下会好一点。
在欺负他的宠物，他的宠物这样被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围殴都不会受伤，这也好奇怪。看看有没有别只。老师打同一只怪还挺腻的。哎，我们回到原本的地方了。风钻塔逛完了吗？没有宝箱了吗？对手又太弱了，不是我的对手。除了那个养蝎子的以外，剩下的那个驯兽人的那个野兽都不怎么强，甚至门口的那一只弱的可以，我已经不想再跟他们玩了。结果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次元之环，不知道在哪里。骑士居然会放毒啊！
我干！我竟然还有这个隐藏的地方没有探到。受不了，这游戏好多探险点，我们今天玩了快一个小时了，还算有一点进度了，但是次元之环在哪里我不晓得。太阳之石，一个小时也差不多到了，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吧。接下来已经没有什么进度好破了，我们该拿的也都差不多拿到了。好，谢谢大家收看，那我们下一次寻宝再见，拜拜。